八五人名单。在国王队排出的是林世轩、张文平、洪凯杰、杨敬敏和尼欧马。至于梦想家的部分，杨盛彦、吴永胜、简浩、钱肯尼跟 Gilbert 是今在做洋将禽兽的时候，他的 highlight 里面都是火锅的哦，真的相当的帅气的这种追魂锅。没错，张文平直接挑战篮筐，绕过了 Gilbert， 可惜了。对，这礼拜不参加啊。还一个欧洲步进来的是钱肯尼，世轩带球做切入，走右路受到了吉尔贝克的封阻。阿吉给到简浩，外围跳投 in and out， 但是再弹进去。张文平在另外一边的底角想要换一颜色也没有问题，加入到国王队的新秀，切入买到犯规，进算 N1。 陈俊南转移到底角，三分线外的出手是简耀哲，经验值绝对不够。是简耀哲背靠背的三分球，守到他的人基本上不要说谎了。陈正杰在四十五度角也还一颗，季后赛应该用例行赛当成季后赛在打。对，欧马切进来，吃掉了大 B 哥。对，王正源给到杨盛彦，很有信心能够出手。安德赛斯的中锋是他完全不会投三分球。漂亮给球，阿吉看到前面挡的是欧马，没有选择起。以前的王正源 catch and shoot， 简浩抓下篮板，王正源快攻要寻找机会，给到的是自己来上啊。绕过了欧马，自己的队友啊，都是来自政治大学的球员，所以他应该也很熟悉欧。这一球给到了欧马，打排球啊，出球出得蛮快的。林世轩大对角的转移，洪凯杰又在底线跳脱，个人连投两颗三分球。阿吉掌握下这个篮板，小心后面哦。李凯燕跟得很紧，用抛投方式找篮筐。阿吉今天。杨敬敏面对简浩，这是同一个世代球员的对决。简浩守得很强硬，阿敏抛投找篮筐，获得新的十四秒进攻机会。曾宇豪出来掩护，李凯燕这球打了跟泥鳅一样漂亮，给球反手上篮得分。简耀哲、陈正杰大号的三分弹直接拔起来，也能够把握住。季后赛他的弧顶三分线这种退一两步的距离，他的把握性也是蛮高的。另外一头小丽也在底线还一颜色，面对大 B， 球给到陈俊南，久违的上场机会。小丽三分线外个人背靠背命中，中得分最高的球员。钱肯尼走底线，球带出来，阿吉在外围比了一下，再漂亮给球，找到了简浩。要有这种能力，是可以直接全场一直压迫对方。是，敏哥，哇，进算加罚，这球怎么弄进去的？赶快再给接应的队友。最后六秒钟，简浩弧顶获得了开火的机会，这一次有命中。他的大P哥做投篮的时候，国王队应该是比较放心的。没错，杨敬敏反手阴错阳差的得分，四分距离。地板给球，找到简浩篮下轻松的放进两，哇，结果球发进来连跑都不用跑。